聖經裏面說，愛裡沒有懼怕，愛既完全，就將懼怕除去。明光社十五年以來，本住基督的信仰，藉著研究、監察、教育和出版去關心社會，服務人群。在一個彎曲撥貿的世代之中，經常對於一些道德爭議的話題發表堅定的意見，縱然招來很多的惡意批評和攻擊，但他們仍然能夠堅守崗位，在這份從上帝而來的愛和信念，堅毅無懼的精神確實令人尊敬。在未來的日子，繼續能夠發光發熱，為香港這個社會成為一盞的明燈。